这棋盘上的泪痕越来越浅了呢。没有啊，罗新了，行，我想起这个，明天肯定带你来。我就要今天起。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今天是我生日。行，你是寿星，今天你最大。我想去我们一起去过的地方走走。小光，我要是有一点走了呢？不可能，月亮永远都挂着，它不会掉下来。糖，永远都是甜。等等等等。 早啊，妈咪。早啊，你今儿去单位吗？去啊。你去单位，你还在那儿躺着磨蹭，还不赶紧洗漱去？我这累呀，我这还没缓过来呢，我不着急。你瞧吧，你懒的，你记得吃早饭啊，我得上班去了。亲一个。拜。拜拜。哎呀。哎。 人呢？楚阳啊，楚阳，我寻思是谁跟我说要骑单车来着？谁呢？ 又怎么了呀？你说昨天咱还好好的呢，你快过生日。是不是就因为我没带你骑单车呀？我现在给你数数仨数，你要不就出来，你要不就这辈子都别出来，行吗？一。 二，在里面，大哥，我先租吧，行吗？我着急。谢谢啊，来辆双人的。 我知道你一直想坐车后座，上次徐俊朗那个摩托车不是没机会吗？昨天时间确实是不够了，今天我连队里都不去了，我专心陪你出来玩，玩到美为止，行不行？楚阳，出来看看风景。楚阳。 到底要怎么样啊？啊？你说要出来玩，我也陪你出来了。骑单车这也骑着了，你出来一下不行吗？你说说话。
楚瑶，你要是再不出来，我就再也不下围棋了。你听懂没有？我说我再也不下棋了。最后一次机会，三、二、一。 行吗？啊，出来吧，咱接着把这盘棋下完了，行吗？该你了。 棋了啊！你骂骂我，我棋盘砸了，我不下了。你出来呀！啊，你这算哪门的棋神啊？ 我就不信了。时光，你怎么回来了？啊！求你了。 哪里？老师拐不好啊！嘿，哪里？哪里？哪哎哎，这对了，嗯，哪？啊，嗯，哟。 该死的小偷竟然还敢来！嗯，看爷爷我怎么收拾你！哎呀！
啊，大孙子，怎么是你呀？你跑到这阁楼上来干嘛呀？哦，你也丢东西了？是在这儿丢的？你这个孩子，东西不是在这儿丢的，你在这儿瞎胡乱翻什么呀？东西哪儿丢的，上哪儿找去？哪丢的上哪儿找？你要上这阁楼，你等爷爷回来不就急了吗？非要把爷爷买的高级保险锁给撬了。什么保险锁？高级保险锁？哦，喂，黄小佳，我有事儿找你，就要门口见。你找我什么事儿啊？哥现在是事业的上升期，忙得很，可不是你说见就能见的。你少废话行不行？我让你来你就来，不来你就是怂蛋缩头乌龟。你有毛病吧？我再说一遍，你就是手下败将，缩头乌龟，怂蛋玩意儿。行，你给老子等着啊！哎，你到底想干嘛呀？跟我下盘棋。你什么意思啊？湖边那盘棋你还记不记得？跟我再下一遍。合着你侮辱老子，就是为了逼我充分跟你下盘棋？哼，有病吧你？我不记得。爱找一下找一下。何天佳，我是怂包，我是软蛋，我是缩头乌龟。只要你能跟我下这盘棋，你让我干什么都行，我求你了。不是，你图什么呀？这盘棋对我很重要，真的很重要。那玩骨下呢？那我就求你，求到你跟我下我就行。这么猴急干嘛？快下！下错了，这不下在这儿逼着我粘。搁那么久，谁记得清？下一步下哪儿？这儿，这步很重要，千万别下错。你全记得呀？那你自己下不就行了吗？神童下棋就这水平，赶紧认输吧！我不会认输的。别下了，你不可能赢。是你吗？你回来了，时光。怎么不下了？这招我都记得啊，生来之笔。你当时下这儿吧。我最多有一成的把握，试试吧。始料之料。出来啊！你快出来啊！啊！出来呀你！不像了，那我走了。说句围棋是垃圾，我就饶了你。当时不是这样的，当时是你跟我说，时光，只要你承认一句围棋是垃圾，咱俩就一笔勾销。你现在这样拽着我，跟我说一遍，然后我再跳。疯了吧你啊！你当时不是说的这句。差不多行了啊，哥没时间跟你玩。哎，时光。你有没有想过，万一有一天我走了怎么办？为什么突然这样问啊？那要是有一天我走了，你还会继续喜欢围棋吗？
当然了，不是你最近怎么那么多稀奇古怪的问题呢？我是怕有一天我不见了，你还是会在同样的地方犯错。你别老说什么见不见，行不行啊？除了舒云，你还要掌握的更多。你到底怎么了？要是下棋能像吹牛一样无师自通，该多好！去你的！你损谁呢你？我就是想回忆一下曾经的往事。我怕我有天怕，能和小光一起度过整日，这是我过过最有意义的生日。是有一点走了呢，不是说就离你而去了？不可能，月亮永远都挂着，它不会掉下来；糖永远都是甜的。我怎么可能会离你而去？当当当当！哎呦，哎，好像是好点了啊！神了你！时光，我不走，老子不走，你快醒醒，你醒醒，别走，时光，时光，你刚才到底发什么疯啊？要不是好心下去把你救上来，你这可得喂鱼用啊。死沉死沉的。打都打不醒，还满嘴胡话。说什么了？说什么？都是我的错，不要走，求求你不要走。整个也被抛弃的小媳妇儿，啊，没事吧？没事，就是冷。时光，听说你们今天第一轮大获。哟，你这是掉水里了吗？啊！我去，快，赶紧，擦擦，快快快！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啊？跟我说，我给他出气去。哎呀，怎么了？啊，跟兄弟说了。如果我多关心他一下，他可能就不会离开我。谁离开你了？是他也没跟我说呀。我问他，他什么都不说，然后现在一声不吭就走了，拿我当什么了？啊，这样对我公平吗？原来这么回事儿。谁呀？我认识吗？没人见过。你是不是惹人家生气了？昨天还一块过了生日，都高高兴兴的。我跟你说呀。有时候表面高兴不是真的高兴，人家一声不吭走了，说不定啊等你找人家呢。可是我已经找了很多地方，这都不在。哎呦，行了行了行了啊，那他有没有说过什么人呢？行了行了，或者就是他找朋友了。遇上这种事儿，兄弟，我就得教教你。下次你找到他的时候，你一定紧紧抱住他，跟他说：“不要离开我，你是我的唯一，一定要深情款款一点。不要离开我，你说，我跟你说，屡试不爽。”哎呦，这是要漂洋过海去找人呢。
等着吧。麻烦你了，旭哥。我买不着车票，我也找不着车了，我只能打电话麻烦你。什么麻不麻烦呢？早就跟你说了，有什么事儿随时找我。去哪儿啊？乌鲁山。出发。表安全带啊。哎，你还别说，这山上这树啊，是真不错。这材质，这纹理，做棋盘肯定特棒。哎，我说你等等我行不行？啊？我这还没问你呢。你大老远跑这干嘛来了？啊？这除了树就是树，什么也没有啊！你干嘛呀？我就是找一棵树。你找什么树啊？不是，旭哥，我实在着急，我先去前面找找，回头我跟您说。哎呦，楚阳，你在吗？啊？楚阳，能听见吗？啊，楚阳，回答我！你不是说你最喜欢这儿吗？你不是说你在这挺快乐吗？你人呢？你出来呀！骗子，言而无信！你怎么答应我的？嗯？说你会陪我到最后，你说你不会离开我。你去哪儿了？啊？你一声不吭的来，一声不吭的走，你凭什么这样对我？骗子！你是个言而无信的骗子。哎呦，这棵树可不得了啊，这得有好几百年树龄了吧？啊？你怎么了？上山的时候我觉得你不对劲儿，这看这棵树成这样了，你到底怎么了？不是，我这大老远陪你来这一趟，你总得告诉我你是干嘛来的吧？跟我说说呗。我真不知道怎么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了。这么着吧，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我绝不爱穿，行吗？真的想不通，他都陪我这么久了，他为什么说走就走啊？他图什么呀？他，你这孩子想象力实在太丰富了。你不信吗，旭哥？我没说不相信你。我刚才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的。是真的，就算是真了，你打算怎么着啊？把他找回来啊！无论用什么方法，只要能让他回来，我都愿意，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行。叔，我可以陪你去找你说的这个人，这都没问题。但是要真像你说的似的，这个人在这世界上活了一千多年了，他总得留点什么痕迹吧？说我只听说过压力挺大的，格泽要日本人出现点幻觉什么的，但是
但是你真的你得振作起来，你没事你跑跑步跳跳绳。蓝音寺，旭哥，咱去趟蓝音寺吧，那有人能帮我证明它存在过。现在就去啊。这寺是一个人啊，我不是人啊。您不是知道他早就存在吗？那您为什么现在又说不知道了？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您刚才不是说我一个人来的吗？我刚才没看见曹施主吗？我没敲门您就开门了，您早就知道我要来是不是？哎呀，那只是恰巧起床钟响了，小僧历来严守寺规，听钟起床而已。那您现在在干嘛？睡回笼觉啊。行了，懒师傅是出家人，还能骗你不成啊？啊，不，他肯定知道什么。懒师傅，我求您了，您能告诉我他去哪儿吗？或者至少让我证明他来过，行不行？您这会儿别耍赖了。那你说的话。我真的一句都听不懂啊，你在说什么？师傅，七谱就是他下的棋，这一手上下左右四个方向都攻击到了，还有这手大飞收下，他就爱这么下，就是他，他到底去哪儿了？哎，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施主请回吧。行吧，回去好好休息休息，放松放松啊，走吧。哎呀，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如果懒师傅今天不给我一个答案，我就跪在这儿不走。不是，咱能不耍小孩脾气行吗？起来跟我走。我已经试过了所有的方式。去过了所有他存在过的地方，这是我唯一一条路，我没有别的选择。可是懒师傅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这么瞎跪着有什么用啊？啊？如果他真的不知道，那至少让我死心吧。这个无名氏棋下的厉害，是个天才，而且这颗皇帝下棋，这棋里一点阿谀奉承的意思都没有，怕不是一个完全不懂弑君之道的棋痴吧？对，您还知道什么？说来也奇怪，这么多棋谱里，他只有这一盘棋，再也找不到
别的棋谱里有他的影子。他说他参加过梁武帝的一个品棋大会，会不会有他的对局留下来啊？品棋，我还真看过那本棋谱，里边的确记载了上百顶尖能量棋手的顶尖对局，和他全对不上。倒是你，你的棋风和这个无名氏有几分相似啊？他不是无名氏。那他是谁？他是我的好朋友，他叫楚莹。姓甚名谁并不重要，楚莹也好，无名氏也罢，只要他留下这盘棋，他就真实的存在过。师傅，您跟我透个底，他真走了吗？还会不会回来？苦海浮沉，离开也未必是件坏事。可是我不想让他走，我想让他回来，就像我们刚遇见那样，就刚开始那样。从来处来，到去处去，万事皆有定数，不是你我能够决定的。我不想管什么定数，难受是吗？万物因缘生，万物因缘灭。施主，你不必太过悲伤。如果他能看得到的话，也不希望你苦苦寻觅吧。真的没办法了，缘分已尽。寺里也算安静啊，你不妨多住几日。这本棋谱就当给你做个纪念品。小光，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你这回家来拿东西啊，还是回来住几天啊？你吃早饭了吗？我睡会儿。怎么了，这孩子？2005年全国围棋甲级联赛第二轮比赛即将开始，在第一轮比赛中表现不凡的新兴战队方圆箭头队将迎战老牌劲旅东湖正胜队。由郭伟选的东湖豪门控股队将对战由国家时光战队的领队许浩。哎，徐领队你好。时光，时光。把门开开，时光。你们领队刚刚打电话来了，他说你比赛一结束就联系不上你了，你也不去训练。那这十多天你跑哪儿去了？说话呀！我没事儿。你们领队还说了，
今天必须确定围甲联赛的第二轮名单。如果你下午5点钟以前不打电话回去的话，那明天的比赛你就不能参加了。知道了。时光，你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妈妈说？没有。Hello。哥们儿，你们队时光呢？哦，我们队原来三台是时光。啊，他是不是生病了？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宣布，2005年全国围棋甲级联赛第二轮比赛正式开始。加油！不走啊，你们先走吧，不等人。你该不会是想等许后问他时光那小子的事吧？还用问吗？肯定那小子害怕不敢来了呗。不，他不是那种临阵退缩的人。浩哥，浩哥，今天时光怎么没来呀？你说我这也联系不上他。我正想找你呢，啊，你跟时光是好朋友，你帮我问问他。他到底什么意思呀？怎么了？上轮比完赛，我就看着他有点飘了，接着就不来训练。本来呢，我想着晾晾他，结果这小子倒好啊，还真敢不来，他心可真大呀！他，别生气，猴子，他肯定是遇上什么事儿了，要他不能不来。什么事儿啊？什么事儿、啊、比赛重要？感情问题。行吧，总之啊，你帮我问问他吧。昨天我联系他，他妈妈说他已经回家了。我今天回去去啊，师哥。慢点啊，侯哥。啊？你不问了？他问什么呀？他一直就这么任性，我再管他的事儿，我就不姓于。不够意思啊！兄弟大老远跑来，你不让我进去坐坐，啊？回去吧。你不能这样啊！人在这世上，是吧？总会遇上离别，你的这种心情我特别能理解。谁没失恋过呀？我也失恋过呀，是不是？你看我现在一个人不挺好的吗？每天可美了，是不是？你别说了，哎，咱说点高兴的啊！你知道吗？你们队今天又赢了，现在你们队成今年的大热门了。我跟你说，李春树那小子今天输了，你要去肯定能赢。还有，我谢谢你。我现在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行吗？那你答应我啊，赶快走出来。下轮比赛一定去，好不好？兄弟，我再劝你最后一句啊！随着时间的变化，一切事情都能摆平。我特别能理解你现在的心情，但是别糟蹋自己的身体啊！一会儿出来把饭吃了，别让阿姨心里难受。
醒了。你饿不饿？妈妈给你做点吃的去。想吃什么？面吧。好，马上好。等一下啊，马上好。趁热啊，都吃了。小光，其实你有些话是可以跟妈妈说的，妈妈能理解。你不用都憋在心里自己扛着，好吗？今天红河来找你，是不是劝你去比赛？妈想跟你说，如果你不想去，咱们就不去了。虽然你早早离开学校去参加工作了，但是你在妈妈心里、妈妈眼里，你一直都只是个孩子。如果下棋让你那么不开心，不下了。我不想让你有压力，好吗？不说了，吃吧。那面吃一半，吃一半也行，好吗？我以后不下去，都给你下。回来吧。像你一样耀眼，照亮我们没终点的冒险。路途遥远，穿越天地之间，我被拉着离开，不问何时能回来。一千年的等待，不停在内心呼唤。棋子落下吧，胜负别留恋。这山不看的落叶，只要有风就能一直一往无前。你是奔跑的骏马，穿翻成风破浪啊，是蝴蝶绽放之前拼命的破茧。惊雷催促雨落下，闪电划破苍穹啊，是沙漠的孤独野花。你是奔跑的骏马，穿翻成风破浪啊，蝶绽放之前拼命的破茧。惊雷催促雨落下，闪电划破苍穹啊，是沙漠的孤独野花。一道光像你一样耀眼，带我走向约定好的终点。请答应我不再消失不见，我
时能归来，一千年的等待不停在内心呼唤，棋子落下吧，胜负别留恋，就像不看落叶，只要有风就能一直一往无前。你是奔跑的骏马，船帆乘风破浪啊，是蝴蝶绽放之前拼命的破茧，惊雷催促雨落下，闪电划破苍穹啊，是无垠沙漠生长的孤独烟花。你是奔跑的骏马，船帆乘风破浪啊，是蝴蝶绽放之前拼命的破茧，惊雷催促雨落下，闪电划破苍穹啊，闪耀着最后的答案，仰望着共同的期盼，奔跑向你说的彼岸。Thank you.